BLACKPINK 成员激素日前以两套黑白礼服登上杂志封面，他先是穿着黑色的背心小洋装，绑着黑色蝴蝶结缎带，就像是童话故事里的小公主。另一版封面中，激素则是换上纯白造型，身穿纯白瓶口礼服，背后镂空设计展现另一种性感，搭配上肤色内搭，成功营造又纯又欲的氛围。没想到秀智四月号也登上杂志封面，他的眉上狗啃刘海直接吸引大票粉丝目光，而其中一套纯白裙装造型正巧与激素撞衫，但秀智凭借着168公分的高挑身形，驾驭超强裙摆丝毫不费力。手拎蜜桃色的小包，展现出故人的清新气质。两位女神神级颜值都无法挑剔，这次的撞衫照也罕见，让网友们评判不出高下，只能说两位仙女比拼实在是太精彩啦。